张钧甯气质蛮胜老赖，低头看自己引吐槽，网友对自己没自信。张钧甯可以说是娱乐圈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，这些年独自生活累积的信念让他一路走来，即使困难重重也能恣意一笑带过。35岁的张钧甯活出了女人最想要的样子，想笑就笑，想玩就忘，或许只有心无杂念的人才会那般纯真。可以是白色巨塔为爱不顾一切的关心，也能是武媚娘里是坏耍心机的徐慧，她能完好的扮演每一个角色，又让人不觉得突兀。张钧甯出席活动，气质蛮胜老赖，有着高颜值好身材的他引得老外主动握手。张钧甯低头看自己，有网友吐槽对自己没自信，张钧甯只是低头而已，网友最喜欢他了，模特出生，而且是硕士生，多才多艺，气质俱佳的大美女大才女。